点的飞机啊？嗯，越快越好。行，那咱们就走五环了啊。不是，师傅您穿成这样，有人敢坐您车吗？这个现在没事，非常时期嘛。然后这个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任，主要对家人也是一份责任。也是安全第一嘛，是吧？是，防护意识一定要强。也是，这大年初一的，希望咱们大家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过大年。是的。